《歌》嘅我始終係，多謝大家，係好啊大家，係啦，好開心大家可以停半分鐘聽一曲歌，係啊，大家都知啦，因為限聚令嘅關係，所以好多嘢都唔可以一聚埋一齊唱啦，聚埋一齊做啦，所以係啦，大家行過聽下，咁我就已經好開心啦。好啦，睇下先。 我今日見到個小朋友喎，小朋友嘅話就唱呢一首歌啦。呢<笑>一首係張元嘅《寶貝》。
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要你知道你最美。我的宝贝宝贝，给你一点甜甜，让你吃得很好运。我的小宝小孩，黏黏的小你，让你喜欢整个明天。哇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倦的时候有个人陪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你知道你最美。哇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倦的时候有人你身边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要你知道你最美。哇啦啦啦啦啦，張元的寶貝，希望大家聽開這裡都有小朋友，好適合揞他們睡覺。希望你們今晚有個 good night 啦。知道你們現在都沒得上學，我自己都有一個補習的學生，我看到他日日在家都很悶。然後對，他也跟我說，他第一句就跟我說，我很掛著我的學校的小朋友。然後我就覺得個心好，係咯，希望呢個疫情快啲過啦，大家都可以正常，即係可以翻學啦，可以翻工，可以一齊除低口罩咁樣一齊見面啦。好啦，咁下一首咧，好啦，唱多係咯，唱多一首我就可能要休息下，唱埋呢一首先。呢一首又係大家未必聽過，不過咧係我每一朝早都覺得聽完之後就會有一啲新嘅力量。
常升起，係啦，有咩唔好唔舒服嘅嘢咧，都係最後好快就會過啦。你第二日咧一樣都係照常會升翻起嘅太陽，所以就係係啦，所有嘢都會順利嘅，係啦，就係咁啦。好啦，我要休息一下啦。下一首咧就係呢一首。再新啲嘅，我都冇諗到話自己聽到咁啱嘅啫。但係咧，聽聽下，我覺得幾好聽嘅。
記得歌名係乜？但係聽聽下咧，又覺得好熟喎、啊。嗰陣時我都係咁，同埋近排就係聽翻啲舊歌，所以同爸爸咧又多咗好多話題。佢成日都話：，以前細個你又唔識聽，但其實咧原來真係幾好聽嘅。好啦，咁我睇下下一首唱咩啦。好，這一首呢就是我非常之喜歡的，上次阿德你都在這裡，你都記得我都有唱過這首都是非常之喜歡，但是我其實當時唱得不，即我在家練的時候覺得唱得不好，但是沒想過呢，原來即那次因為你們的片子、可以看得回，就覺得哇又 OK 喎，所以其實都挺開心，就唱下這一首給大家聽，是蘇打綠的歌，大家可以聽一下啦，未必識嘅，不過我覺得好好聽，同埋咧好適合而家呢一個環境啊，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都要留喺屋企啦，要習慣點樣去同自己一個人相處。咁呢一首歌咧就係《喜歡寂寞》。生命
因为都重生，不吭一声领走了我们。谁为情所困，谁为爱牺牲，谁比谁深刻。有时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手，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。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，才了解了什么。如今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，学会了生活能享受寂寞。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，又带来了什么。若是不曾走过，怎么懂。寂寞，蘇打綠的喜歡寂寞。哇，睇下先。哇，有老小朋友，見到小朋友。唱首 hyper 啲嘅歌。呢一首咧，上一次我都即係上一次有 show 嘅時候都有表演過呢一首。但嗰陣時咧就唔係唱呢一個 version 啦，嗰個 version 有啲搞笑，係嗰啲改曲嚟嘅，所以咧陣間如果我唱錯咧，大家唔好見怪，可能會唱咗啲好奇怪嘅歌詞。为所有的被驱动特有演员，我
伤的单程，我哭的夸张，像一头刚成片。为何屋顶下的泪我先流一遍，是脸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。站在我旁边，你不算可怜，这也是种奉献。浩嘅喜劇之王，哇、哦，好攰啊！唱呢首，呢一首需要極大嘅 energy 去唱。